转身观元气护体金莲五香元气大增多元气强天下生化
家欢乐，万事如意。我们严继武目到目前啊，一共有四集啊。也许我们现在要做的是第一集严继武，第一集严继武，请各位同学们，我们都要知道，第一集就是以按摩功、动功、静功所结合起来的一种健康的舞蹈啊。它的重点是以提肛的动作收腹提肛啊。我们为什么要收腹提肛呢？因为我们年纪如果大了，尤其是女士们，如果有尿失禁的啊，要以什么来解决呢？要以什么来修复呢？啊，修复我们的，就是我们要以有计划的运动。什么叫有计划的运动？就是我们天天来跳圆机舞，天天来跳圆机舞，就会有改善的，就会有非常有改善的。尤其我常说，我们圆机舞第一集好像针对各位女士们设计一样的，设计出来的一个舞蹈啊，不但是我们年纪大的、年纪轻的啊，男士们都有非常好的效果产生。我们圆机舞到有两种的走法啊，往前，这个叫做前莲花，有往后，就是我们采取的一个后莲花啊，莲花步前，它前莲花也对，你要它后莲花也对啊，只要你在哪一个地方的话呢？哪个队伍你要看到人家跳前莲花的话呢，你就跟他跳前莲花，你在哪个地方你跳后莲花的呢，你就跟他后莲花，前莲花后莲花都对啊，都对啊。但是现在台湾有一种奇怪的着法啊，垫那脚呢抬得那么高啊，脚抬得那么高啊，这个是而且要蹲得很下去啊，请各位同学你们不要学啊，你学的话呢就会受伤哦，脚踝都会受伤。莲花步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两掌密合与肩，两脚平行与肩同宽，腰直头正，舌抵上颚，重要提肛啊，请各位同学啊，两脚密合啊，开始的时候呢，两以肩等宽，不要有一个八字开，要以肩等宽啊，腰直头正，舌抵上颚，目运神观，收腹提肛，腰拉起来啊，不要那样啊，把那个。所以我们圆机舞莲花步如果走好的话呢，会走起路来跟好像很有风一样的，都会腰直，都直起来，哎，不要这样，不会这样子了啊，我为什么采取后莲花步呢？因为我们一后莲花步的你一提起来
哎哎，啊啊，一提起来，提纲，从提纲先提起来，然后腹部收起来，哎，腰拉起来，哎，然后呢，上半身都是直的啊，都是很直的。那这个脚是很轻松的啊，轻松的点，你不要整身个身体，按的，哦，哇，点扣扣，按的别用力哦哈，都很轻松的。但是你这个提纲收腹啊，你看，提起来，哎哎哎，哎，好，所以好，我们开始一个哈，好，噔噔噔，松了，噔噔噔噔噔噔噔。噔噔噔的，这个脚是很轻松的啊，不要这样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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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呦，也可以关掉哦哈，所以我们不要这样子做。好，我现在做一个前莲花啊，前莲花的正式动作，点120度，啊，再点120度，啊，小心哦。哎呦，啊，不要哈，我们呀，这是左后莲花步啊，这很轻松的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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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哎，噔噔噔噔噔，嗯，噔噔噔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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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哈，而且一跳脚的话呢，你就要。把这个身体都拉起来，就有三个动作：提纲、收腹、第四、第五都把它拉起来，拉起来。还有最后一个动作，为什么呢？那你敢垫呐、啊？还敢垫呐、啊？哈，尤其你们普里都出美女哈，你这个灯拉起来，有无？你看，我有遐好的身材俩，给你垫起来安尼哈。有没有？哎，对，啊，好，我们再做一个整式的啊，预备起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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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要这样子哈，哎，这是一个莲花步啊，就是莲花步，哎，你们要把身材做得非常的漂亮的话，你就把它啊，还再一个方式怎么做呢？这样，哎，来拉起来哈，漂亮的，预备起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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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噔噔噔噔噔噔噔，安尼有水无？安尼有水起来无？有吧？